拱手。好，请你找五位弟兄姐妹跟他拱手，就不要跟他说恭喜发财哈，请你跟他说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敬拜神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宣告大山为我挪开，哈利路亚。呜呼！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哈利路亚，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，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让我们再次大声地说，大山又为我挪开，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大爱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宣告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我要大声的宣告，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。我们先把掌声给神好吗？哈利路亚，因为神一直都在，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不管我们今天人生里面我们面对任何的不如意的事情，但是耶稣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再一次给他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父亲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的眼目看顾我们，看顾全地，我们的需要你都知道。大声敬拜，
全心呼喊，全能的神愿你降临，慈爱双手大能帮忙，直到如今人心神经，你眼目你眼目必看顾着的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早所应许的成就，你眼目必看顾着的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。让我们从头来，大声敬拜，全心呼喊，全能的神愿您降临，慈爱双手大能帮背，直到如今人心神经，敬拜声音充满真理，高举双手荣耀归你，专心经受你的话语，世世代代都不骗你。你眼目必看顾着的眷顾你的儿女，你的早所应许的成就，你眼目必看顾着的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。弟兄姐妹，我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当我们在唱大声大声什么大声敬拜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带领我们姐妹一起来大声敬拜，可以吗？看起来我们今天弟兄不多哈，让我们人大声一点了，可以吗？弟兄，声音比较微弱，可以吗？弟兄，可以。那第二段呢，我们请姐妹带领我们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们大声敬拜，我们请弟兄来，大声敬拜，全心呼喊。全能的神愿你降临，慈爱双手大能帮背，直到如今人心神迹。我们请姐妹，高举双手荣耀归你，专心经受你的话语，世世代代都不偏离。让我们一起来，你眼目必看顾着的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早所应许的成就，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，是我们的宝主心中何有满意，你定义要赐福这地，遵行你的旨意，谦卑回转向你，我们定义要跟随你。让我们再起来，让我们使我们是我们的宝主心中何有满意，你定义要赐福这地，遵行你的旨意，谦卑回转向你，我们定义要跟随你。你眼目必看顾着地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早所应许的成就，你
着地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。你眼目，你眼目必看顾着地，眷顾你的儿女，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。你眼目必看顾着地，聆听我们声音，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，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。我们再次把掌声给他好吗？我们欢迎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渴望看见神的复兴要来到我们的里面，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，当我们更多经历神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回转，而从贫穷变为丰盛，从那个孤单变回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。父亲，我们谢谢你。各位弟兄姐妹请坐。今天神让我们有一篇很好的信息，他要帮助我们，他要呼召我们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一个呼召，只是呼召所做的事情不一样。但是神说，当你愿意回应的时候，你会经历他的同在跟大能，你会在你的生命里面看见他的荣耀。愿我们今天，我们借着这首歌来回应他。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并从主教管我，使我话子里充满莫大能力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张自己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子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如果你会唱，我邀请你闭上眼睛来唱。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与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高举双手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与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高举双手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与活出荣耀
向着标杆直跑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，耶稣。爱我的主，我爱你，耶稣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，耶稣。让我们再说，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。我爱你，耶稣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。我爱你，耶稣。高举双手，赞美你，我主。全心全人都给你。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，你给我们那个每一个人的愿景可能不太一样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其实我们并不是孤单的，因为你给我们有一个人生的目标方向。我们今天向你感谢，你渴望使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身边许许多多人成为他的祝福。当我们今天，我们许多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举起手，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求你来帮助我们找到我们人生里面的那个命定，那个护照，成为祝福。你护照我离开本地，我熟悉的地方，心中会软弱，双脚会颤抖，但你赐我力量，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，预备自己被你扩张，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，我愿顺服，我愿降服于你，成为主。所有毫无保留，让那
顺服我的福。你呼召我离开本地，我休息的地方，心中会软弱，双脚会颤抖，但你是我力量。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，预备自己被你扩张，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。我愿顺服，我愿降服于你，成为主。献上所有，毫无保留，让那第一我顺服的福，成为祝福。我愿意献上我生命，愿你满足，我愿意跟随你脚步，成为祝福。我要一生颂赞你名，我愿献上所有，毫无保留，让那第一我顺服的福。我愿献上所有，毫无保留，让那第一我顺服的福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爱的源头，你是祝福的源头。我们是先从你领受了这一切，我们里面充满了感恩，因此我们渴望分享给这片土地上有需要的人。天父，阿爸父啊，无论我们在哪里恳求，你就透过我们在那个地方的尾声，在那个地方把生命交给你，再次你透过我们成为你祝福的出口，成为爱的出口。谢谢你，特别我有感动，今天是圣灵降临日，恳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，再次用神圣洁的灵恩膏我们，祝福我们，使我们在这片土地上，主啊，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。是的，是的。不论你差派我们在哪一个职场，哪一个社区，在哪一个家庭的关系当中，我们在社区里面所接触到的人，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常常膏抹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膏抹我们的对谈，膏抹主啊，让我们可以把你的爱带到那个需要的地方去。谢谢你，你差派我们成为祝福的导管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今天更多的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好叫我们
带着更大的信心勇敢的跟随你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愿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把最大的掌声赞美归给他，感谢归给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赞美你。